哎，来开始。不就是谁词儿多谁是主角吗？这玩意儿咱俩好好配合他啊！你放心。来来，准备，开始。报，大将军到。大都督，末将来日还望恕罪。我知道，我来的好啊，虽然有点辛苦，但这是末将的分内之事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大意的。我知道，未来还有更严峻的考验在等待着我们。散片，包有埋伏。撤！撤！大都督，快跟上！停！停！哎，我好像没说词儿是吧？哎，我就没说词儿。不可能。您那么大的主角，是啊，怎么可能没说词儿呢？就是啊。哎，杨慧文，你是不是把我词儿都抢了？有吗？没有吧？没有。你看我跟你说的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我明白，我不能心急，不能大意。行了，你怎么还自己加词儿呢？这么多词儿你能答动吗？再说你这读词儿感觉根本就不对。这回真的啊，你来大都督，我来大将军。记住我少说话。我演大都督。对对对，演大都督。行。来来来来来，准备、啊、准备准备。嗯。开始。报，大将军到。来得好啊，传令兵一路辛苦了。我不辛苦，这都是传令兵应该做的。大都督，您一定要保重啊，后面还有更严峻的考验在等待着我们。嗖，不好，有埋伏。撤！撤！哎，停！我好像还是一句词儿也没有啊！哎，我台词上哪去了？我台词哪去了？明哥啊，这次我也没抢你词儿，我就说了一句话。对呀、啊。哎，不对呀、啊，王佳，是不是你把我词儿都说了？没有啊，我不就那么一句词儿吗？报。大将军到，报！大将军到，就这么一句词儿。哎，哎，明白了。哎，这回真的，你还演大将军，你来大都督，来给我，我来传令兵，至少还有句词儿呢啊！来，就这么一会儿，你换了多少次了都？哎呀，少废话，来开始。我一句词还没说，说，哎哎哎哎！传令兵，传令兵，传令兵，拽不动，撤撤！哎，拽不动就给我扔下来，给我回来！